公视麻醉风暴二推出前导预告，演员黄建伟、李国毅、徐伟宁、孟耿如、吴康仁等主角造型正式曝光，引起热烈讨论。麻醉风暴二预定在今年九月上档。预告中，黄建伟留着胡须，难掩疲惫的眼神，对着年轻医生李国毅说：“不觉得当医生是一件很孤单的事情吗？”让在医界工作的同仁直呼相当有感。